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ckie 王浩 A， 今日邀请了四妹 Julia 来玩了。好了，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。今天我们来玩 Pokemon Let's Go Pikachu， 叫一声吧。 Hello， Hello， 好了，可能画质会暂时好过上次啊，因为我上次拍得不是太好。我想画质，好了，等等咧，我哋咧，你知唔知今日我哋嚟拍片？琴日好辛苦挑战咗娜姿同埋科娜，就攞到娜姿同埋板木就攞到，终于攞到八个徽章啦！我而家喺石英高原上面，大家见唔见到？我哋而家入去，我已经咧买咗好多回复药噶啦，咁多啦，都好多噶啦，其实我喂比加超食佢专属嘅糖果。我之前咧同比加超散步，攞咗好多嘅比加超糖果。好啦，就咁啦。俾水箭龟一用，而家睇下先，差唔多个个都50叻，得布里龙。我竟然有急冻了嘅糖果，好啦。好啦，我哋你有我阿妹出嚟啦。好啦，而家出嚟啦，我哋咧停一停先，我哋俾梦幻学多几招火系嘅先，先去挑战科啦。喷射火焰俾梦幻学，因为咧就唔学日光速对佢嗰啲乜。跟住再俾埋噴火龍學，學埋後備，俾埋噴火龍學埋，遲啲再學翻飛翔，因為飛翔打第二個天王有用。OK， 好啦，我哋今日去準備打聯盟啦，準備入去。科娜，停停停停，唔好喐！我哋嘅精灵调整位置，我 Julia 俾你控制比加超啦，好唔好啊？嗯，好啊！欢迎嚟到宝可梦，欢迎嚟到宝可梦联盟。哎呀，你终于回来了，终于来了，我等了你很久呢。让我重新介绍自己，我是四天王之一科娜。只有让我用上冰属性的宝可梦，我敢说没有人是我的对手，能冻住对手可是很厉害的哦。毕竟要是被冻住了，你问你的宝可梦就无法动弹了。哈哈哈！你做好转教唔了吗？哈，搞掂，咁自大啊嗱，系咯，我要打死你，系啊，科娜，咁鬼死自大，白海狮，我用电你，我用比加超，水系啫嘛，十万伏特都得啦，用十万伏特都得啦，你用电电加速系咪啊？系啊。咩？哇，差少少。我哋几犀利？梦幻十万伏特 KO， 耶！打好快，真系好快。
迷秦者，咁我可以用火系啦，系大字包炎，你用乜呢？就用 QQ 坠落啦。好，比卡丘用了 QQ 坠落，我谂应该冇乜用啊。系啊，大字包炎爆。死得，效果絕佳，唔使灼傷啦，死得仲灼乜傷啫？系啊，你话咁嚣张噶啦，打死佢！好啦，十万福特，用十万福特啦，年年加速，系咪啊？系啊系啊，唔紧要啦。跟住十万伏特，加油加油，攻击攻击攻击，死咗，劲 ，yes yes， 所以要预备好十万伏特，拉普拉斯，咁嚣张噶啦，我打死你一拳，好，用吧，大字爆，你用乜好呢？我用乜好啊，哥哥？用你中意啦，十万伏特啊！冇效，有效嘅大字爆炎有效啲啫，净系，哇，竟然都咁冇效，我唔识 ，yes， 两个都躲过招式，根本就系冇扣过血，用乜呢你？年年加速啦！咁嚣张噶啦 ！Yes， 搞掂。双人模式就有咁嘅好处啦。系啊。外壳受电瓜佢。外壳生。耶耶，比卡丘加油！做咩咧？十万伏特。十万伏特啊！你用，我用十万伏特，电死佢啊！系啊，十万伏特，死咗啦！耶、yeah, ，搞掂咗科娜啦，万七，咁嚣张 ，yes， 万几喎、啊，好错诶，是啊。原来你已经变得这么强，好吧，你可以往下个房间。哼，好啦，首先跟住呢打瓜咗科拿之后呢就呢俾返梦幻学返格斗系嘅用飞翔啦。跟住我哋去边呢飞行系嘅招式呢哎呀喺度原来。跟住就唔要翻噴射火焰，嚟睇笑我哋啦！跟住飛翔噴火龍都學翻，噴火龍記得學咗閃焰衝鋒，係回憶老人幫佢學嘅。你又要忘記一啲嘢。OK， 夠啦。OK， 下个房间。下个房间系打边个啊？希巴，可唔可以翻翻去啊？唔、yeah. 可以。唔可以翻翻去。嗯。冇。点解冇得翻翻去？你记住，你停一停先，唔好搞。其实个画面似有少少朦胧。畫面少少朦咧，因為我冇 HDMI 先。OK， 好搞掂，嚟啦，希巴。坐喺度嘅。咁我咪掉唔到精靈球。咪係咯。望望出嚟啦。你企喺度嘅。嚇？問號問號。咦？不知道。咁我一定要用圖圖衝圖圖衝浪喎咁。用圖圖衝浪啦！你用咁你咩號咧？
熱水都咁只可以。好啦，冇辦法。係咯，冇辦法。邊叫佢出水係啊？咁犀利！我唔使出招啦，已經死得。冇錯耶。是啊。熱水彈係失敗。怪力咁好啦，我用飘飘坠落，你用飞翔啦，飞翔咁 A 制，对佢有用嘅，系啊，怪力惊飞行器 ，OK， 到你用飞翔，我用飞翔，梦幻迈向了高空，耶，好，不过飘飘坠落。OK， 用我用飘飘坠落，不过梦话唔知去咗边嘅，我都唔知道喎，都系你叫我用呢招。不过呢招对佢效果绝佳啊嘛，即系梦话未落翻嚟喎，几时先落啊？我落翻嚟啦，啊咁呢个我可以电瓜佢，我以后就唔会用呢招啦，一定要啊。现在可以电瓜佢啦，用水合埋福特啦。电瓜系做咩？佢有格斗系，继续用啦，梦幻。梦幻。十万福特。好嘢！唔好咁紧张。飞腿狼，呢只我冇。呢只飘飘坠落，你用十万伏特咯。你唔想飞翔嘅话，或者热水大字爆都得。我用咗大字爆。我惊啲 PP 点冇晒啊！咋？咩叫 PP 点啊？你唔知道啊？唔知道啊！要第一次玩。即系咧，只可以越，即系咧招式用晒咧，咁就冇得再用噶啦。要补血咯。会点噶？诶，唔紧要啦，用。个画面真的很浓，我看不到。快拳狼，最后一只就是快拳狼啊！飘飘坠落，我用飞飞嘛？你唔好啦，你用飞翔啦，好唔好？不过唔知道飞咗去边。不过而家我谂我飘飘坠落，我唔会搞掂佢。我而家都系差少少，迈向了高空。没有击中梦幻，飘飘坠落。第二个天王啦！耶！哇！会发声嘅直情。耶！不错诶，打赢咗希巴啦。我竟然输了。Yes， 搞掂有奖金，咁会唔会好啲咧？我熄咗灯。系咯。跟住就系鬼系嘅，鬼系。鬼系咪嗰个奸嘅好奸嗰个婆婆啊？好似好奸咁嘅。系啊，就系嗰个婆婆咯。鬼系用乜好咧？恶系，恶系，鬼系用妖精系喎。不过我冇耀晶系个光碟喎、啊，咁我点算咧 ？Oh no！ 咁我哋靠我哋嘅实力啦。系啊，闻到啲臭味，你闻唔闻到啊？等先，你用乜咧？格斗系同普通系嘅招式对佢冇用噶喎、啊。用一下冰冻光速咯。咁我用咩咧？其实我唔想用热水，要冰系先最好噶。我迟啲先啦，学翻超级吸收先啦。点解？定系学日光速咧？日光速咧，日光速劲啲啊！喷火龙都会日光速？系咯，咁奇怪嘅咧？OK， 跟住俾
噴射火焰夢幻學，因為那個大字爆那些 PV 點無事了。有沒有優勝題呢？你一隻優勝題都沒有啊？有妖精係，不過好廢。不攞出嚟啦！好廢㗎咯。但係對佢有效啊嘛。有效都係廢，10% 攻擊。10%。咦？哈哈哈哈哈！如果咁樣會唔會回復翻啲 BB 點咧？哇！日光速就俾噴火龍學啦，如果有水系對付佢，依個係反派招式。Yes， 噴火龍學會了日光速。好啦，可以玩啦！哎呀哎呀呀呀！挑战谷子个老婆婆，佢睇落好奸啊！我是四天王之一的谷子，听说大木那老头子很控你啊！咩很控啊？即系好中意，好爱你。别看他现在是个老头子，他当年可是个实力强大的男人啊！可惜现在已经不复当年勇啊！做什么宝可梦图鉴，在我看来只是个笑话。因为厨房咧煮紧嘢啊，所以叭叭啦叭啦嗰啲声啊，对唔住。好啦，宝可梦是为战斗而生，我告诉你什么真是似真正战斗。啊，老婆婆，可能我会电瓜你噶，你唔好咁嚣张得唔得啊？咁鬼，阿八蛇。啊，系啊，地面系绝招，唔系喎，可以妖灵系喎，点解有毒系嘅？唔理啦，电瓜佢先讲，到你啦。我用咩招好呢？谂下先。你用大字爆哦。好啊。哇！电电加速，大字爆，大字爆炎。大蛇瞪眼，麻痹喎，会令人木瓜麻痹咗。OK， 我可以 KO 呢只大呢只呢条蛇，所以要搵药嚟解除下啦。你自己解除。你麻痹咗定系我麻痹咗？你啊？点算啊？我帮你，好彩我之前买咗解麻药。好嘢。有九个添。Okay， 你呢个老婆婆，我想杀咗你！即用大蛇瞪眼啊！耶！59呢啦，我俾多粒糖果佢食就60呢啦，耿鬼又毒又妖灵。如果有毒又妖靈，總之學地面是那個地震。咁啊，10000福德，你用乜啊？唔知啊。咁你用熱水咯，好嘛？熱火啊，熱水。加油！哎呀！躲过了招式，看嚟宝可梦真系好乖啊，净识好识躲过招式喎。我而家一滴血都冇扣过。耶，搞掂咗耿鬼啦！喷火龙升级53，水箭龟升级，等级升到51。大嘴福电瓜佢，我知道有大嘴福先出比卡丘嘅，电电加速，
十万伏特。Yes. 加油加油，快啲电咗佢。哎呀，差少少。四天王果然系唔可以一击秒杀啊！梦幻加油，耶、yeah, ！搞掂咗。Yes. 我哋梦幻都犀利啦。睇嚟要补翻电电加速嘅 PP 点啊！唔好意思啊，有啲嘈，我食紧嘢。咁分少少俾我。嗯。双蛋华斯。我怕会中毒喎、哦，十万伏特。咁你用乜啊？我用啊，有冇热水啊？有啊，咁咪用咯。你睇唔到嘅咩？我睇唔到，睇唔清楚。呢度就清楚嘅啦啩。嗯。啱啦，麻痹。好啦，跟住就用十五万伏特，梦幻都用啦，梦幻是十万伏特，仲有一只耿鬼，嗯、最尾有一只耿鬼，而家可能煮紧嘢，饱饱死。耿鬼，耿鬼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电电加速，点解要加油耿鬼啊？热水，唔系我要加油打爆耿鬼。电电加速呢招真系好使好用，记住要华南史学啊！热水 ，Oh my god， 唔杀！哎呀，攻击啦，攻击啦，攻击啦！哎呀，加油！哎呀，梦幻投咗好多 PP。你用乜啊？我用热水啊！用热水。加油努力，输都冇怕食，赢都有鸡翼。小学鸡嗰啲嘢嚟嘅喎，你都识。系啊。你真系了不起，个老头真系废啊！帮梦幻回复咗先，我买咗十二个利可双药用 ，OK。我們挑戰緊了，喂老闆，我打爆機，我們就來打爆機了，挑戰緊了，是啊，就來打爆機了，加油，努力，23分鐘了，加油努力，追到我們的野獸，到到了，我們不浪費多時間，不多浪費時間。就打得赢啊！打差两位训练家，计埋呢位啊，系犀利啊！你唔知嘅咩？四天王加冠军，好杜先生嚟挑战。我唔记得俾梦幻学急冻光线啊！哎呀，搞咩啊？哎呀，死啦！用十万伏特可以 KO 呢只海刺龙。看现在学不学到先，哎呀不得啊，现在学不到啊，没办法啦，唯有这样用，我一硬打啦，唔记得咗学，耶，58。嚟到到呢個房間真係唔好難啊！化石翼龍，
点解系咁噶？图图冲浪都唔系龙系嘅，十万伏特，地震 ！Oh my god！ 等下要回复啦，睇嚟。鲤鱼龙都唔系龙系嘅，头三只咪系咯，用十万伏特可以 KO 佢噶咯喎，鲤鱼龙。十万我都有一只鲤鱼龙，不过都冇佢咁劲。你话佢四大天王入边最劲啊嘛，唔计冠军。系啊。Oh my god！ 招式失敗，派出噴火龍。喂，第四隻都唔係龍系噶啦喎。噴火龍係龍系嚟嘅喎。噴火龍唔係龍系，佢 mega 咗之後先係。係，我唔知佢會唔會 mega 咧。鯉魚龍都係龍，有個鱗片係龍系咯。呢啲唔叫龍系，記住佢係水系飛行系。熱水。唔使出咗上伤啊，死咗啦！即系渣豆啊呢、這个。OK， 继续。睇暴龙，十万伏特啦，唯有硬撑。变电加速啦，我今次出。佢系飞行系咁，我系有硬撑十万伏特或者变电加速啦。去到半分嗰度点样升级？哎呀，果然效果不佳啊！系啊，点啊点？哎呀 ，yes 躲过了招式。加油啦！电电加速！电加速！哎呀，差少少啊！十万伏特。Good job！Good job！ 哎，好，武學招式都可以喎。係啊，真係犀利。四天王阿道，係咁拍手嘅，點解？都有幾有錢喎。訓練家就係大木博士，冇可能啩？咩大木博士啊？依個訓練家就係大木博士。即系呢个训练家就大木博士才怪，是小俊哦。嗯，咁我要挑战冠军小俊啦。不过挑战之前，今日嘅影片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喜欢我哋影片，喺右下角按赞，梗系唔系啦。我要喺 Part Two 拍影片，呢个 Part One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记住喺右下角按赞。想睇更多影片，一路订阅我频道。咁好啦，记住睇下集 Part Two 啦。Part Two 可能咧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系咧第三集，呢、这个系三点一集，下一集就系三点二集。记住睇我嘅 Part Two 影片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Bigger。